这个五月，五五生风，让你体会功夫的帅气魅力。我就是红花会的陈家洛，卖我们刺客的人是铁胆庄的人，请把令郎交出来。难怪乾隆一定要把你捉到，就怕你泄露他的秘密，我逼乾隆还击，否则将他身世公开。初见恩仇录，就在惊天映画，这个夏天就和武林高手一起挥刀舞剑去。